到现在的话，我们越南就那个独立大概那么几十年了，越南就自己想出来的那个写字的办法，就是想出来自己的那个国家的语言啊。会可以看到，在左手边、右手边都有用那个中文繁体字来写，对不对？啊，右手边就是直碑路，左手边就是方碑历史。可以说这是没有有那个有一个那个故事，就是以前的500。它流水很厉害的，有好多水都流过来的。政府看到那个镇国古寺，怕那个镇国古寺在那个红河的旁边就倒掉了，他就搬到这个地方。这地方就属于那个西湖的那个东边，属于西湖的东边，在西湖和西湖这边可以算是河内最大一个淡水湖，我们叫西湖。对，在那个西湖的这边有一座岛，政府就把那个镇国古寺搬到这座岛上。我们叫镇国古寺。可以说以前的话，我们越南都用中文繁体字来写，但是法国来越南殖民地的时候，他需要越南当地老百姓学他们的文字，没有学他们的字母，他法文他就杀死人了。来，右手边这边就是巴亭广场。巴亭广场，巴就是巴黎的巴，亭就是亭子的亭，就是戴绿帽子。几位那个先生要不要买越南的绿帽带回国啊？要不要买？睡觉的时候，他有做梦，梦到观音菩萨在手上抱着一个小儿子，他以为是他做梦了，他没有那个相机。但是过了一段时间，过了一年后，他老婆是王子，然后他才相信有观音菩萨。下面就有一个柱子，我们叫一柱庙，就拜观音菩萨，拜那个孙子观音。他叫老百姓赶紧在这地方要盖一个寺庙。他那个帽子，他那个袋子不应该这样戴的，因为这个扣下来。1975年4月30号，越南的那个政府才改整为巴亭广场。就是1945年9月2号，胡志明主席站在这边。站在这个地方就是宣布独立宣言，就是北越这边独立。北越独立的时候，我们叫独立广场。剧里面看了一下呢，胡志明主席躺在那个水晶棺里面了，在那个陵墓的左手边、右手边都有写那个两句话。左手边这边这句就是"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"，这是左手边这边。在前面那边就是"伟大胡志明主席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"。看看这河内城市的街道地面有无发现呢？就是似乎都是细长条状，门面多数比较小，原因是当时越南战胜有功的人，为了分配有功人员土地，人人都要有店面靠马路，能做生意赚钱，导致建筑物都成为细长。越南美食除了各地道地佳肴巡礼，还能选择自助餐点，是放置地面上的土地公。大伙一行人共16位一同来此游玩。这里就能品尝各式粤式佳肴，可供旅客选择品尝。Okay.
河内为庙，正式名称文庙。国子监是坐落于越南河内市海淀湖西侧的一座传统孔庙建筑。根据《大院史记全书》的记载，顺天元年1010年，越南李朝开国君主李太祖下诏迁都升龙（今河内市），并要求在城内兴建孔庙。神武二年1070年，建成文庙，供奉儒圣孔子。泰宁五年1076年，在文庙旁修建国子监，占地26000多平方米，据说完全按照中国曲阜文庙建筑格局建造，算是全河内保持最完好的古迹。祭拜孔子及四大弟子。1076年，皇帝下令兴建国子监，以教育皇室贵族子弟。在超过900年的时间，屡经整修重建，但依然保持原始风格。两侧各一座金饰坊，因为越南历来没有状元，所以只为进士刻立石碑。坊内立有82块进士石碑，每方各41块，形成碑林，记载了从大宝三年1442年至景兴40年1779年337年间的82届科举考中的1306名进士的姓名与籍贯。搭乘电瓶车游玩36条古街区，老街位于海淀湖旁。在11世纪李王朝的时代，这里以皇帝的产业而繁荣发展，师傅们依照职业别而居。由于有36个，因此取名为36街。这地区原本是河畔旗支流的泛滥区，整个的区的河道交错，在雨季时河水暴涨达8公尺高。随着时间流转，沧海变桑田，河道被马路所取代。经过千年的演变，这地区现在已有76条街，街名仍保留原有的行业名称。在此千年历史的旧街区内游逛时，你可看到多个市境内进行的商品买卖活动至今仍不成改变。越南人口约9554万，越南国土面积331210平方公里，台�湾国土面积35882平方公里。然而越南国土面积约为台湾的9.2倍，距离台湾约1635公里。在越南的首都河内游玩36条古街区，每条街都相当有特色，美女一条街，卖花的服饰街、金纸店街、美食街、衣服配件纽扣街、佛具街、过年装饰用品街、五金街，应有尽有。每条街的贩售同样商品，好让游客及当地居民好采购自己所需要的用品。在河内城市，除了街道相当拥挤，机车及车辆技术都相当高超，不断的各自超车，就会听到不间断的喇叭声响，叭叭叭按着不停，真是不习惯呢。在过马路时才是惊奇时刻，惊恐万分的。由于越南民众对于交通号志只是参考，没有警察在现场的都是参考，使得游客也是要看好时间，勇往直前，不要想太多，慢慢往前行走就对了。
环景湖，越南河内市中心主要湖泊之一，原名绿水湖，后因传说越南君主李历在此的建海淀而改为县名。传说李历一日游湖时的神龟送来宝剑顺天剑，此后李历率军击败明朝驻军，建立后离朝，成为越南君主。建国之后，李历游湖之时见神龟前来所见，便将顺天剑将其带回。近代以来，有人目击湖中有大鳖出现，据推测为世上仅存的数只斑鳖之一。越南当地市场与早期的60至70年代的台湾传统菜市场相当类似呢。Thank you.